他的歌来想念他一下。好，那个国语歌曲唱母语歌曲也唱了，我们来唱那个听起来像英文，像那个法文的英文歌好了。现场有没有英文老师？有啊，因为要请他离席吗？不要啦，对，他每次都要离席，不要啦。对啊，那个是老师教授的，麻烦回避一下好不好？不然就不然就把耳机带着了。对，接下来欧巴桑要唱英文歌啦。嘿，啊，那是不标准哈，阿林都耳朵关起来哈。今嘛咧唱英文歌，唔是台语歌诶。哈？你讲台语介奇怪哦。我讲我要唱。英文歌啊，啊，你应该用英文介绍啊。谢谢。我们一百起。好啦，唱这首歌曲，其实我们之前有唱过一次，然后觉得这个歌曲还蛮好玩，蛮好听的，再来唱一次。请原谅我们呐，我们要看歌词，老花眼。你不要看错地方啊。不要一直讲话，要顾一下那个。我们弹吉他的也是很辛苦啊。真的吗？啊，要不要喝水啦？来来来，喝下水嘛。哎，对吼，哎，他们很辛苦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。等一下再介绍，这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了。他已经第二次了，我们弹完前奏他忘记唱。你安尼无袂使，你欧巴桑啊！你介奇怪呢，我介惯呢，我。我的脑一直咳嗽。你喝水啦。好 ，OK。And
我们休息一下，去上个厕所，喝点水，好不好？谢谢。